警方于今天在阿尔伯塔省 Cross Necks Pass 镇附近的一间水泥厂发现了 Randall Hopley，并且将他逮捕归案。Hopley 是卑诗省 Sparkwood 镇人，警方怀疑是他与上周将3岁男孩 Keenan Heber 从家中拐走。在男孩家人与警方的公开呼吁下 ，Keenan 于周日被平安送回家中。Keenan 的父亲今早接受采访时感谢警方找回了他的儿子，同时也表示 Hopley 可能需要帮助，但司法系统却将他放回到社会。Hopley 曾于80年代因为性侵罪入狱2年，2008年他又因强行入室罪入狱18个月。当时检控官指 Hopley 企图绑架一名10岁男孩，但是没有做出相关的指控。